请掀开经本第35页倒数第四行。35页倒数第四行。从第六尊紧那罗王看起。见者信要紧那罗王，这个十尊德号里面，我们要特别留意表法的意思。这个一大段是代表回向法门，就是回向。回向法门偏中化他，前面曾经介绍是住是行，偏重自利，自利利他，到十回向偏重利他。可是一定要记住，利他行跟自利行是一不是二，自利当中一定有利他，利他当中还是成就自利，这个理事都要很清楚很明了。那么第三回向用紧那罗来表法，这个意思很深很广。那么这个是前面曾经跟诸位报告过，是以高度的艺术来弘法利生。佛在经上常常教导我们，受持读诵为人演说，受持是住位，读诵是行位，为人演说就是回向位。所以诸位把佛这个教导我们点点滴滴连起来看，你就能体会到世尊教学的智慧，教学的善巧方便。回向里面，回向的教学一定是高等的智慧，高等的艺术。见者信要啊，凡是接触到佛法，接触到菩萨，修回向心的菩萨，没有不欢喜的，心是欣喜，内心里面生出来的喜悦，要是爱好。要好啊，对人爱好，对法爱好，对周边的环境爱好，前面我们讲过，
乐意何生呢？乐意是心里面无比的欢乐。我们一般世间人在最好的感受是微妙之极，他真正的有这样的感受。那么这也是往年呢方东梅先生所说的，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如果接触这个见者，就是接触，要不生喜乐之心，那就谈不到享受，何况是最高的享受。那么由此可知，如果我们学佛要没有切入这个境界，自己一定要知道，我们的修学一定有偏差，一定有错误。为什么呢？依照常理来讲，依教奉行的人一定是法喜充满，他得到法位，这个法位里面呢，一定带给你是法喜。你没有能够得到，你的修学就有错误。不是佛法里头有错误，是你自己修学有错误。错误到底在哪里？虽然每一个人不尽相同啊，但是大致上我们也能够理出一个头绪，找到一个根源。这个根源实在讲呢，对于佛的教诲或者是佛的教训没有真正理解，所以你在修行的时候你的功夫不得力了。修行诸位一定要记住，修行就是生活，换一句话说，你的生活没有幸福，没有快乐，这个就是你修行功夫不得力。修行功夫得力，一定在生活里面会感到很幸福很快乐，一天到晚欢欢喜喜，修行功夫得力了。行门从哪里生的呢？从解门生的。你看华严经的顺序，信解行证，可见的行门功夫不得力，解门不透彻。也就是说你的认识还不够，认知还没有达到一定的水平。无量劫来你累积许多错误的经验，错误的思想，错误的看法做法，你不能舍弃。所以学佛语言就太重要了。
正如唐朝时候善导大师所说的，他老人家虽然讲的是念佛往生，讲的是九品，但是他讲的这个道理可以通一切法门。他是九品往生的，地位高下不同，总在于语言不同。这个话说的很有道理。如果我们遇到的语言殊胜，我们就可以上上品往生了。遇到的语言不殊胜，我们往生品位就下降。这个说法很有道理呀。那么同样这么一个原则，我们修学功夫得力不得力，有没有成就，也都在与语言不同。那么这个语言一般来说有三种。第一个是遇到好老师，华严经里面讲的善友啊，你遇到好老师，你遇到好的同学，同参道友啊。第三，你遇到好的修学环境。如果这三种缘要具足，不但功夫得力了，决定会有成就啊！三种缘不具足，纵然有善根、有福德，缺少因缘，还是不能成就。《弥陀经》上讲的，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所以要想有成就啊，一定三种缘都具足啊。有力量，还要有机会，没有机会不行啊。机是缘啊，要抓住机缘。现在人讲创造条件。创造条件也是各种缘具足，那个条件你才能创造得出来啊。如果条件不具足，怎么想创造也创造不出来。学佛的同学，哪一个人不想在我们自己居住的这个环境建一个道场，如理如法的修行道场，哪一个人不愿意？想的人太多了。为什么不能建立？语言不足。这个语言是想外缘呢，外面的条件不足啊。那我们再要问，外面条件从哪里来的呢？从内缘来的。这就很少人懂得了。外面条件是从内缘来的。外面是硬的，内里面是感。你没有感，哪来的硬？感应道交，
那就成功了，你的内外缘都具足了。啊，果然内外缘具足，那个好啊！我们世间人常讲心想事成呢，真的，真的就心想事成。那么由此可知，要想外缘具足，先要具足内缘。内缘是发心的，发愿的。你发的愿，发的心要真诚，决定没有为自己。如果为自己，你这个心呢，就不真。不成，不起感应道教的作用。我们的心是为佛法为众生，没有一丝毫私心在里面的，没有一丝毫自己的欲望在里面。这才能呢得感应。那么由此可知，外缘不成熟，决定是我们自己还有一念私的念头在里头，这个东西是障碍啊。从前李炳老常常讲比喻，好像这个一碗醍醐啊，上好的饮料啊，这个里面掺杂有一点点毒药，全都变坏了。醍醐就是你发的大心呐。你发的大心大愿呢，那是醍醐啊。那一点点毒药是呢，自私的念头，没有能够放下，掺杂着一点私念头在里头，跟住佛菩萨了就没有感应。道理在此地，勉强你也能够见书，但是以后不如法。那个见书是你的福报，你有福，你有这个力量，你还是没有善缘。那么由此可知，这个事情确实是难。不但现在难，古大德也常讲，师子道合这桩事情可遇不可求啊。但是诸位要晓得，那个遇也是语言成熟，绝没有偶然的遇，不可能有偶然的事情发生。语言成熟了，你才会遇到啊。我年轻的时候也算是语言不错，机会好啊，遇到李炳南老居士。我亲近他，正好他办经学班，开班交奖金。我去拜见他的时候，他那个班才开始一个月，才开班一个月。他那个班一个星期上一堂课，换句话，我只缺四堂课，第五堂课我就参加了。这个东西是语言好吗？那一般人讲运气好，就碰上了。
那么他老人家培养人才，就是要学生上讲台讲经，不上讲台，决定不能参加他的进修班。他进修班就一个条件，学生不分男女老少。所以最老的林堪志老就是那个时候60岁，我们班上最老的一个同学60岁，他也不管程度。那林堪志就是小学毕业60岁，他有勇气来学啊。李老师呢，上台讲经行，他愿意上台，那就收了。所以李老师那个经学班教学的条件就是你肯上台讲经，他就收了。你不上台讲经，那你当听众，你不可以参加这个班上课。所以他那个班上课是关门的，外面还派着有护法巡逻，不可以让人接近，不能让人来偷听。其实教学有个秘密，没有。为什么不能上人来偷听呢？因为老师又打人又骂人。你说年岁都那么大了，那这个挨打挨骂的时候，别人看到多难为情呢？因为这个缘故，所以这个不准人来看，不准人来听，就关到门起来呀，有打有骂了。你上台讲不好，严格的批评的，打是打记性的，这个地方你不熟，被打了记住了，这条挨过打的，是这么个道理呀，所以实在讲没有秘密，就是外面人看起来难为情，那么再叫法师将来训练出去讲经，他还给我打的，这就不好听了，是不是？所以这个事情不能让外面人看到。所以在这个里面受训出来都很像样子，就在教学非常严格，那真是丝毫不苟的。那么教学的方法专，决定是专攻一部经。还不是说一部经学完成了你再出去讲，不是的。今天学这一段就上台表演这一段，后面还没学过，真的所以是现朝现卖啊。这样啊，把大家一个个逼上讲台，我们在这个会里面学成了，真正发心培养弘法人才，绝对不怕学生超过自己。实在讲，学生超过自己好啊，学生要不能超过自己，完了，一代不如一代，不就完了？学生能超过自己，底下一代胜过我们这一代，好啊，前途是无量的光明的。那么这样成就学生的学问德行道心，从事于弘法利生的工作，广大群众接触，当然生欢喜心。所以由此可知，这感应之事先从自己内缘做起啊。里面的条件具足了，外缘就容易了。最难的还是自己的发心，自己的立心。无私才能够办到啊。
有思障道就不能办道。这是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个见道场，立法床，弘法利生，晓得从哪里下手。让人见到才生欢喜心。第七尊，最胜光庄严金刚罗王。这个德号里头最要紧的就是最胜光明，光是光明，光明是智慧，最殊胜的智慧是什么智慧？般若智慧。般若智慧从哪里来的？自性本来具足的，不是从外面来的，这个才是真正的庄严，真实的庄严。庄严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真善美好啊！世出世间一切法，说实在讲，它本来就具足真善美。很可惜，我们看不出来，没有一法不圆满具足这三个字。一切法里头都具足有真、有善、有美。四圣法界具足，六凡法界也具足。那我们要问问，造作罪业众生具不足，具不具足呢？也具足。这个事情在四圣法界很明显，在六凡法界逐渐就比较隐晦了。如果在三恶道，几乎他的真善美我们也完全看不见了。他有没有？有，确实有但是我们看不见。为什么看不见呢？我们有障碍障住了啊。说老实话，不是他的障碍，是我们自己的障碍啊。何以见得呢？恶道众生的真善美，为什么佛菩萨见到呢？我们为什么没见到呢？可见这个障不在他，在我，在我自己。那难道阿鼻地狱的众生也有真善美吗？当然有啊。真善美在哪里呢？自性具足。那我们要问，地狱众生怎么来？还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啊。心是真心的，是本性的。真心本性岂不就具足真善美了吗？所以诸位，如果是见性不见相啊，真善美你就看出来了。
譬如我们用黄金造这个佛菩萨的形象，这是高度的艺术啊！我们造十个像，有菩萨，有佛，有声闻，有缘觉，有六道众生。如果你要从它的质量上去看，全是黄金啊，你怎么不爱呢？你不能说，这个佛菩萨像我爱他，那是地狱恶鬼，我不要他，讨厌他。那你就愚痴了吧。你知道那个金的成分跟那个佛像的成分没有两样吧？那都是真金吧？那都很高贵吧？你如果再看相，所以见性之后啊，性相一如，性相不二啊。原来啊，地狱魔鬼的相跟佛菩萨的相没有两样吧？你入了平等法界了。我们今天看到佛菩萨喜欢呢，看到魔鬼地狱畜生讨厌呢。你不但没有见性，那相什么相的相的真相你也不清楚啊，你也不明了啊，还是落在妄想分别执着之中，你怎么能够起入境界啊？所以最胜光明庄严，无论在体性，无论在现象，你都能够发现真善美。发现真善美，高度的智慧啊！哪个法里头没有真善美呢？一切法里头通通具足。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发现？我们有没有看出来？一切人具足，一切物也具足，一切法也具足，一切思想里头还是具足。这是我们在华严会上跟诸位说明宇宙人生的真相啊！回向位的菩萨，这个是圆教回向位的菩萨，化身大士啊！这我们从相上看，如果从本机上去看，应当都是诸佛如来为一切众生现身说法啊，所以在紧那罗这一类以王的身份来出现。这个王在表法的意思里面，就是得大自在，得真正的解脱自在。那么得真正解脱大自在，当然是诸佛如来。是地位极高的法身大士。这我们常讲等觉菩萨了，弥陀经上所讲的诸上善人聚会一处，那个上善就是指等觉，没有比他更高的了，就称为上善，
法云地还不能称上善，它上面还有等觉啊。所以诸位要晓得，上善是指等觉菩萨，不是指一般人的。那么在西方世界，观音是指，我们在经上读到文殊、普贤、弥勒这些大菩萨，全都是等觉菩萨。像他们同一个阶层的，在西方世界无量无边，十方世界这些等觉菩萨常常都到极乐世界去聚会呀。那么在他们境界里面，无量无边的法界，无疑不具足真善美慧。希望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在一切人、一切事、一切无上面去体会、去发现。不要老看人家的缺点。你想方法去看人家的优点。别去想他的坏处，多想他的好处，对自己有好处啊，有很大的利益了。多看别人优点呢，多想一切法的好处啊，成就自己福德功德，成就自己的清净慈悲呀。唯有从这个地方下手，我们才能够逐渐摆脱妄想分别之中。这个是最初方便下手之处。常常看别人的缺点，看别人的过失，你心里都常生烦恼。看什么都不如意。看什么心里都难过。这样一来呢，你自己就往下堕落，在十法界往下堕落了。你要知道，看人好处是往上提升的，看人缺点是往下堕落。那么这是在我们现前境界当中，谈到修学应当从哪里下手，最胜光庄严的教给我们的方法很巧妙。再看第八尊，微妙华床紧那罗网。花床的意思，诸位我想都好懂。什么叫微妙？花床在此地是表法，花表行门的，表菩萨行，也就是说菩萨的生活，菩萨的工作，菩萨处世待人接物，都是世间人的榜样，都是世间人的模范，他做得非常突出，非常明显，
一般人很容易觉察到啊，这个就是花床的意思。菩萨跟我们一般凡夫不相同的地方，我们凡夫的生活、工作、应酬，堕落在六弊之中啊。第一个是悭贪，我们有这个心啊，我们用这个心来过日子啊，自己有的舍不得布施，舍不得放下，还一昧的在贪求啊，尤其是非分的贪求，过分的贪求。我们过这种日子，第二呢，我业，起心动念，都是想做损人利己，打压别人，厚利自己，干这个事情，与一切大众相处，小不如意，嗔恚心就生起来了，嫉妒嗔恚。自己对于道义、对于善法懈怠懒散了，对于恶法了拼命去造啊，积极的去造啊，以为呀这些恶业可以利对自己有好处的、有利益的。心散乱愚痴，我们凡夫过这个日子。菩萨的生活呢，跟我们凡夫啊恰恰相反。菩萨的生活是布施，菩萨的心呢是慈悲喜舍。那跟我们完全不一样啊！我们是贪而无厌的，人家是慈悲喜舍。啊，我们要想学菩萨，就要把这个观念、这个心理呀，要赶紧改正过来。啊，学布施，啊，你要想的，这个布施越施越多，有些同修以为啊，你们出家人布施嘛，有很多人供养啊，啊，越施越多，我看到了。我们在家人做生意，要是布施的话，谁供养我？钱很难赚呐，那这是现实啊。其实啊，他把现实看错了。无论你从事哪一个行业，你越布施越多。你做生意，越布施生意越好啊。他不晓得这个道理。
你做生意目的是赚钱，钱从哪呢？钱从布施来的，越施越多。你不肯相信，不肯去试验嘛？你试试看有没有效果吧？决定的效果。所以佛法讲财富是从布施来的，聪明智慧法布施来的，健康长寿无微布施来的。你能修三种布施，必得三种果报，为什么不肯布施？换一句话说，只要我们的心正、行正，这非常非常重要，这是关键的。确确实实为众生，为社会，为正法久住，没有一丝毫的私心呐。所以这法常告诉啊，显得无尽的微妙。微妙的意思深，但是经文前面也讲过，往后还有很多。第九尊菩萨，动地力金刚罗网，这个动是震动，动摇的意思。地是大地，能够震动大地，能够动摇大地，这个力量很大了，所以它是形容大力啊，表这个意思，大力。可是它表发真正的意思是讲的心地啊，是说这个。而不是指我们这个地表，不是指这，是指心地。佛家特别是大乘法常说的心地法门，什么力量才能够动地？我们以世间比喻来说，现代人自从发现地里面含藏了许多宝贵的资源，这用尽方法去挖掘、去开采，这个就是动地呀。把这些资源开采出来，再加以提炼的，就变成我们日常的日用品。贵重的金属，像金矿、银矿，我们佛家讲的七宝，在这个日用品里面，特别是能源，我们是常讲的石油，带动整个的社会繁荣进步啊。所有一切机器几乎都是靠这个能源来推动的。
大家把这个看得很重啊，拼命的在争夺，造成世界的纷争，造成了许许多多的灾难。那么这个地方在讲动地力，如何开发我们心地里面的宝藏。佛告诉我们，我们心地有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再告诉诸位同修，心地含藏无量的宝藏啊，无量的财富啊，你永远受用不尽的。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毗卢遮那佛的华藏世界，古人曾经说，不读华严不知道佛家的富贵。人间帝王没有法子相比，小巫见大巫，大梵天王要跟佛来相比，那大概就是经上的比喻啊，乞丐跟帝王相比一样。诸位在《无量寿经》上读过，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富贵跟毗卢遮那佛没有两样啊！他们这些富贵从哪里来的？他们有做生意赚来的没有啊？自信里头本来具足的，不是从外来的，他有动地力开发出心地的宝藏啊，让他在物质生活里面达到了究竟圆满无比的美妙啊，不是世间人能想象得出来的，无法想象。佛虽然是很会说法了啊，佛的言语具足无碍的辩才，佛给我们介绍我们还是体会不到啊，一定要到极乐世界去逛一趟，亲自看看你才明了啊，说不出的。那么我们也要懂得怎样效法诸佛菩萨了，开发我们自信的宝藏。大乘经里面说实在话了，就是教我们这桩事情啊。我们归结大乘的总纲领，就是三无漏学戒定慧。戒是什么呢？方法。世尊提供我们许多的方法，这些方法你要能认识，你要能体会，要会用嘛。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戒，不要想到五戒、十戒、菩萨戒、比丘戒，你把那个戒看得太自小了。
三学里面讲的戒，就是世尊49年呢一切教戒，他教导我们的呀。这个里面有理论，有方法，有境界。理论我们要明白，要觉悟；方法我们要遵守，境界我们要懂得。这个都是属于戒学里头啊。依教奉行，你就能得定。定是什么？定是万缘放下了。就是《无量寿经》经题里面讲的清净平等。你的戒学功夫得力了，心清净，清净一定得平等，平等是定，清净平等心里面决定生智慧，所以我们的智慧不能先起，智慧才是目的，才是宝藏啊！是我们希求的。换一句话说，戒定都是手段，都是此地讲动地力手段，用这个手段呢，开发自信宝藏。头一个，般若智慧，智慧现前了，无事不办。自信里面无量的德能都现前了，这是佛家的教学。佛家教学终极的目标，这个是一般的讲法。如何落实在我们生活里面？这个是最好莫过的观无量寿经讲的净业三福，落实在我们生活上。一定要去做啊，认真去做啊。从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从这做起。这个是戒学的落实。你要真做。我父母不在了，我父母不在身边了，你要是真想这一生当中做佛，孝养父母啊，就不是指你家里面的父母了。哪里的父母呢？一切众生，皆是过去父母，未来诸佛。那么换句话说，孝敬一切众生呐，一切众生是我们过去父母啊，
孝养父母啊，一切众生就是未来的祝福啊，奉事师长，我们的师长是诸佛如来。你这个观念呢，有没有转过来呢？你有没有把一切众生看作是自己的父母，是未来的祝福？我对他要孝养，要奉事。这是动地力了，这个力量啊，开发你心地的宝藏。你这个念头生不起来，你自信里头虽然含藏无尽的般若智慧，无尽的宝藏，没得用处，你现在一样都得不到，还要过苦日子。这一点非常要紧啊，绝对不是儿戏。希望我们同学要认真看待这个问题，要真正把我们的念头转过来。别人转不转不关我的事情，与我不相干，我自己要成无上道，我自己要在这一生当中圆满成就，非从这里做起不可，这是第一步。然后讲什么六度十愿，那其次的，这是第一步啊。佛给我们讲的话，真话不是假话，不是很勉强的，我一定啊要这样子看法，要把众生当作是我的父母，当作是诸佛如来，当作不行啊，差远了。你还是各一层，换一句话说，你的功夫还是不得了。就是绝对不是当时，就是是真的。我们人这学佛的人都能肯定，都有这个认知，我们承认有六道轮回，一个人决定有过去时，过去还有过去时，过去无始啊！我们跟着一切众生哪能说没有关系啊？没有缘，你不会相识啊，没有缘就不可能聚集在一起啊！既然相识，既然相聚在一起，这就有缘了。什么缘呢？必定是过去亲属的关系啊，父母兄弟姐妹这种关系啊。现在这个一轮回一转世一投胎不认识啊，如果你有天眼，你有虚命通，那你就都知道了。佛这个六通三明到究竟圆满的地步，所以佛看得清清楚楚，告诉我们事实真相啊，真相如是啊，确确实实是父母是诸佛，你怎么敢怠慢？怎么敢不恭敬？
啊，怎么敢不关怀、不爱护呢？佛教给我们修行下手处，这个意思深啊，太深太深了。从这个地方打下了坚固的基础啊！后面这个九句啊，轻而易举你就做到了。后面几句是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一般人觉得很困难了，困难的你前面这个基础没有，你觉得做起来很难。如果前面基础奠定了，哪有难事？自自然然你就做到了，轻而易举就成就了。再往后，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小乘的善就是，再往后去，发菩提心，深信因果，度诵大乘，劝进行者，大乘菩萨善也具足了。这个三福十一句，动地力了。开发我们的心地，以这个心态来学佛，以这个心态来修学大乘，哪有不成就的道理？实实在在讲，哪有什么难处？没有难处啊！你说我业障重啊，业障重也会消掉了。那个念头一转，业障就消掉了。你看看，你生生世世有冤亲债主啊。今天你把你的冤亲债主当作父母看，当作佛看，冤亲债主也欢喜，算了，不麻烦了。所以那个冤亲债主一笔勾销了。诸佛如来护念你啊，龙天善神啊，帮助你啊！你的菩提道中啊，一帆风顺呐、啊。凡是遇到障碍，你没有这个基础，那你的障碍重重啊，障碍太多太多了。希望诸位多想想，认真去体会，想想有没有道理，我们应不应该从这里下手？那么再仔细去思维观察，我们这样做会得什么样的效果？这一来，你的信心就具足了，你才能够断疑生信，我一定要这么做啊！幕后这一尊摄佛握众金刚罗王，在弘法利生的过程当中，常言说得好啊，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这是很正常的现象。世尊在楞严会上告诉我们，
楞严末后第九卷的下半部，一直进第十卷，有一卷半的经文，相当长了。楞严总共十卷，给我们说明50种阴谋。这就此地讲的惑众啊。魔从哪里生的呢？从五阴生的。五阴生的。色、受、想、行、识。每一种里面说10种。所以总共就50种啊。为什么称之阴魔呢？五阴，从五阴生的。然后你就晓得这妖魔鬼怪从哪来的？从五阴生的啊。怎样把这些魔王消除呢？观音菩萨在《心经》里面讲得很好，照见五蕴皆空，这50种阴魔就都没有了。你用什么照见？智慧呀。真舍智慧，你看这个《无量寿经》上教我们住真实慧，我们现在还没念到。住真实慧呀，就是照见五蕴皆空。魔不但不扰乱，魔就没有了。我们今天还会受妖魔鬼怪扰乱，原因在哪里？没有智慧。魔不怕你，不但没有智慧，连福德都没有，福也没有，你怎么能够脱离妖魔鬼怪？你有智慧，有福德，妖魔鬼怪也尊敬你，也不敢为难你。没有智慧，没有福德，这些妖魔鬼怪都是过去生中的冤家债主啊！我们跟多少众生结缘啊？你就是一生当中，我们没有学佛。没有学佛吃肉啊，杀生啊，你给这些众生借多少冤仇啊？冤有头债有主啊，你能逃得掉吗？今天这些冤亲债主还没找到身上来，什么原因呢？自己还有点福报，你的福要享完了，冤亲债主就现前了。这个现前两种现象，一种是多病，多灾多病呐，做什么事情都不顺心，都不如意。妖魔鬼怪，无形的东西在你身边给你障碍。另外一种呢，在你临命终的时候，这些冤亲债主变现成你的家亲眷属来诱惑你啊。你很容易跟他去了，去了之后他就给你算账了。这个事情《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啊，说明临命终的时候这个亡人
他见到的是家亲眷属，不是真的，是假的。那么这些道理我们要晓得，事实真相要了解。然后你才有智慧，有善巧方便。摄是摄受，福是降福。你看，不但能够降福我众，你能够摄受我众。为什么能够摄受我众呢？我众也有好的一面。你能够舍弃他恶的那一面，去想他好的那一面，你就会提他一把了。你看到这些作恶的众生，他要堕三恶道，他要堕地狱啊！但是他一口气还没断，这个时候啊，好救啊！虽然给自己是冤家，是仇人，我们也不能看到冤仇堕三途。那么世间凡人说看到这个冤家啊，这仇人堕地狱，鼓掌欢喜啊，堕得好啊，还要咒他几句。那么想想看，慈悲心到哪里去了？慈悲心没有了。真有慈悲心的时候，还是要拉他一把，还是要帮助他，只要他肯接受。所以这个里头有困难，困难是他不肯接受。你好意，因为你是他的仇人，他教我的不怀好意，那就没法子了，他不能接受啊。他要真正肯接受的话，都能得度。就怕的是他提防你，你这个好言好语，他都把你认为你不怀好意，因为你跟他有冤仇，他时时刻刻提防着你会报复他。所以对于这些人接触的时候，要和颜爱语，要懂得他的心理，用什么方式他能够接受，他能够回头，让他明了所造的恶业必堕恶报。劝他回头啊，这个叫行菩萨道啊。这些人真的是要帮助他，而且还要赶快帮助他。特别是学佛的人，学佛的人因为嫉妒，因为欲望，因为权力，往往做了很多恶事啊。破坏三宝的事情，障碍三宝的事情，往往有之。这些罪业通通堕落得很重啊。过去我们在此地曾经讲过，发起菩萨殊胜之要经，经文一开端，
世尊就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这故事真的不是编出来的。这都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有两个人破坏法师讲经，有两个比丘常常讲经说法，当然他的听众很多，法缘很殊胜，惹起另外两个人嫉妒，所以在群众当中造谣生事，毁谤法师，破坏大众对法师信心，造这样的罪业。那么经上佛给我们讲的，他堕地狱，堕地狱时间多长呢？以我们人间这个时间来算，1800万年，人间的时间来算呢，1800万年了。那个地狱里面的时间呢，那就不得了了。地狱的是度日如年呐，地狱是论劫数算的呀。这个六道里面，诸位一定要懂得，现在讲话的时候，大家比较容易领会到时差。你看我们地球上有时差。我们跟饿鬼道也有时差，跟地狱道也有时差，这个时差很大，他在地狱里面确确实实经过无量劫了，在我们人间也许这几年，所以时不是真实法，华严经上讲，一刹那可以展开为无量劫，无量劫可以速成一刹那。所以他在地狱里面受罪，无量劫是真的，不是假的。这么长的时间了，为了嫉妒，变成嗔恚造的这个业，受这样的果报，你说多可怕！一切罪业当中，毁谤三宝的业最重啊！实在讲，在那个时代，没有这些科学工具，他造这个业，堕地狱这么长的时间，我们想想看，那还是短的。现在这个时代要造作罪业，果报那就不得了啊！如果今天回谤三宝，是自己愚痴无知啊！谤佛、谤法、谤僧，你干这种事情，无论你是什么样的动机，如果你今天写成文字，古时候你要写成文字，你不能够出版，为什么呢？出版要经过国家审定，你没有办法流通。现在民主自由开放，你只要有钱可以大量印了，你可以做成录音带，录音带做成 CD 大量流通啊，那个麻烦可大了。你堕阿鼻地狱什么时候能出来呢？你那个罪要受满，而且这个世间呢，你的影响力完全消失了，你才能出来。换一句话说，你那个毁谤三宝的，如果是书啊文字，这个世间还有一篇在这个世间，你就不能离地狱。
你说这个多可怕啊！你要是讲录音带，录音带还有一片在这个世间，你也出不了地狱，麻烦大了啊！还有好奇的人，他把你收藏起来，糟糕了，这麻烦大了。那收藏他不销毁呀，就让你永远在地狱受罪呀。所以从前说话嘛，那是影响人少啊，这个面不广啊。你看看发起菩萨书生《智要经》里面那个果报都那么样惨，所以今天造那个同样的果报，如果有书有文字有这些这个音声传流在这个世界，麻烦可大了，永远不能脱离阿鼻地狱啊！这是我们一定要晓得的啊！所以这个救比地缺是很麻烦啊！有没有救呢？有，能救，必须是他自己。古时候有例子，以前我毁谤，现在我忏悔，我忏罪，忏罪之后我再赞叹，这样行。像过去释迦菩萨，释迦菩萨学小乘，为小乘法造五百部论的毁谤大臣，以后他哥哥救了他，哥哥是无著菩萨，帮助他慢慢的了解大臣，认识大臣了，之后他后悔了，他知道他自己错了，他向佛求忏悔，他是真的下定决心，原先讲经说法吗？造的口业吗？他准备把舌头割掉，求忏悔。他哥哥知道了，哥哥劝他不必，不必割舌头。你从前用你的舌根毁谤大臣，你现在为什么不用你的舌根赞叹大臣呢？那个念头一转就行了所以他就回过头来赞叹大乘法，也给大乘造五百部论这在历史上称他做千部论师人聪明绝顶我们在净土圣贤录里面读到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么由此可知造极重的罪业还是有救，必须要自己忏悔，别人救不了他但是别人可以提醒他，劝告他，让他觉悟，让他回头真正肯觉悟肯回头，行都能得度。如果是碍于面子不好意思，那就完了，那就甘心堕阿鼻地狱去受罪去了。这可不是开玩笑的这个一堕落无量劫要比《智要经》里面所讲的那不晓得要增长多少倍也。这是我们一定要清楚要明了的所以这一句里面意思非常好摄佛我众，我们对于作恶的众生要怜悯他，要同情他，要帮助他要诱导他回头这才是个真正的菩萨。
你说降服他还不够啊，一定要施舍。那么在这个里面看到菩萨真是慈悲，无尽的慈悲。请看幕后的总结，如是等而为上首，其数无量。总结一定跟前面第一句表述并类相应的，与会的这个团体大众啊，其数无量啊，所以我们读到这一句就晓得，这个法会超越时空。它的广尽虚空遍法界，它的深圆彻三际，过去无始，未来无终，全都在这一会当中。这一会就是这个在佛家常讲的横遍十方数穷三际，一点都没错，这才是我们自己圆满的心得。幕后这一句是赞德，赞叹他们的德行，戒勤精进，观一切法，心恒快乐，自在游戏。勤就是精进，精进呢就是勤的意思。观一切法了，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学习啊。我们今天犯的毛病是懈怠懒散，难怪我们修行功夫不得力嘛。人家勤奋精进，一法都不放过。这个一切法里面，我们用现在这个大类来说，人事物就全包括了，这是一切法了。那么现在学术界里面分类，动物、植物、矿物，包括一切自然现象，这都是一切法。我们有没有认真仔细去观察一切法呢？怎么观法呢？我刚才提醒同修了，观察一切法的正面，观察一切法的真善美。为什么？你才能得到下面的受用，心恒快乐。恒是永恒啊。佛常讲的长生欢喜心，可见的长生欢喜心呢，是观一切法的正面带来的，所以说是一个极恶的众生，对我们自己，
啊，完全是敌意、邪恶啊，来对我们自己。我们也要知道那个人的长处啊，也要晓得那个人的好处啊，这样才公平啊。你才没有敌意对他。他为什么以邪恶敌意对我呢？他迷惑，他愚痴，他被烦恼所盖啊！我们正要同情他都来不及了，怎么可以去恨他呢？所以应当啊，要怜悯他，要原谅他，还要帮助他，我们心都快乐。你要一听冤家债主，听着找麻烦，一听马上就头痛烦恼就起来了。那我们跟他一样啊，我们被他渡了，不是我渡他，是他把我渡掉了。我们学佛跟他就不一样啊，他以邪恶对我们，我们以欢喜对他，以真诚对他，那么你学佛就没有白学了啊。他执着我放下啊，他夺取我忍让给这个法界一切众生，决定没有冲突。这个道场你要马上给你送给你，送给你是不是没有了呢？不会，你命里有的终须有，命里没有的守也守不住啊。我这里送给你了，那个地方道场有成就，自自然然成就啊，不必要自己去经营的，命中所有的。操这种心干什么呢？刚才讲的一点，充实自己内在的缘，内在的缘具足，外界感应太容易了。我们深深相信这个道理啊，了解事实真相，我们的心多开阔啊！这个佛法里面讲的，心包太虚，量周杀戒啊！你们这些法师天天常常念的，你的心有没有包太虚？有没有量周杀戒？天天念，就天天想，慢慢就真做到了。那是真心的，那是佛心的。佛心量之大了，没有人能跟他相比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心量拓开。华严经是最好的拓开心量的一部教科书。华严多了，心量就大了。你看这个里头句句经文啊，都是与虚空法界相应啊，字字句句都是量周杀戒，都是恒遍十方啊，数穷三际，确确实实如此。所以你得到法喜，你得到真正的快乐。那么你在设法界，在无尽时空之中，你随类化身，像普门品里面所说的，
应以什么身得度，你就现什么样的身。现身自在啊。应该给众生说什么法，你就给他说什么法。说法自在啊。你在设法界里所表现的游戏，你就想想他这个人生多幸福多美满。我们这是举一个例，佛菩萨应化在我们这个世界，跟我们人一样啊。但是不一样的，人家自在快乐，人家长生欢喜心，我们得不到这个福分了。我们是样样都有烦恼，都有拘束。烦恼盖覆着我们。我们的生活得不到自在，得不到快乐。日子过得很辛苦。前途茫茫啊。迷惑颠倒过这一辈子。谚语里都常讲啊，醉生梦死啊。我们过这种日子，过得多辛苦，过得多可怜。这是我们为什么要学佛，我们学佛的目的何在？学佛找回自己真正的面目，把那个真我找回来啊。过佛菩萨的生活啊，也像佛菩萨一样，在这一生当中游戏自在啊。你要问行吗？决定行啊。佛家常讲尘缘再来，再来人，这些都是诸佛如来实现的再来人。化身大士实现的也是再来人，我们不是再来人，我们是生死凡夫。生死凡夫没错，只要那个念头一转过来，你就变成再来人。大乘佛法妙就妙在此地啊，把我们轮回心转变成菩萨心、菩提心，把我们日常生活轮回业转变成菩萨业，我们就成功了，就得大圆满了。从哪里转起呢？刚才说过了，一定把一切人事物都认定是过去父母未来祝福，你从这个地方转，换我们的思想，换我们的观念，确确实实是过去父母未来祝福。其他法门才好讲啊，这个观念不转呢，没有法子，你不得其门而入啊。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